أعوذ بالله من الشيطان الرجيم بسم الله الرحمن الرحيم 以苍穹和其明星门是你怎能知道其明星是什么？是那灿烂的明星。每个人都有一个保护者。人应当想一想他自己是用什么造成的。他是射出的精液造成的。那精液是从脊柱和肋骨之间发出的。真主却是能使它复原的。那是在一切秘密被揭穿之日。他没有能力，也没有援助者。以寒雨的云和有迹的地发誓，这却是分别真伪的言辞。那不是笑话，他们必定要用计谋，我也要用计谋。所以你当宽限不信道的人们，你当宽限他们一下。